听到不要听了。那很多的版本，很多的翻唱。各大歌曲比赛或者各大歌手，不管你在 YouTube 啊还是什么，一定都会听到人家唱这首歌。对。那当然，这个主唱他本身年纪很轻，那年纪轻轻的，他也拿了很多奖项。对，那我今年听他的歌，气我超喘。不会啦，我觉得你唱很好哎、啊，真的吗？所以不用担心，就把你的实力发挥就好。好，那大家来听听那个阿妙版的《Rolling in the Deep》。所以我说我超穿的，不会啊，刚刚演绎得很好，真的不错，真的谢谢谢谢，希望这首歌带给大家，大家喜欢哈。是的，接下来